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呀，我是蔡老板家的长工。今天我们来看一部非常精彩的美剧《沉默天使》。本剧目前有一季，一共十集啊。《沉默天使》改编自同名小说，故事环环相扣，紧张刺激啊。其中穿插了大量的推理、宗教、心理学元素。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喽。《沉默天使》的第一集，故事发生在1896年的纽约市。冬日的夜里，一个警察正在街上巡逻，突然他在马路的中央发现了一只人手。警察愣住了，抬头一看，一滴血滴在了他的脸上。感觉到情况不对，巡逻警察立即敲响了一旁的铁架，发出了警报。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另一边，一个男人被女佣叫醒，男人来到了客厅。男人的养子告诉他，这个小孩说他在桥上看到了可怕的事情。这个男人叫克雷泽勒，是个心理学家，我们后面就叫他克博士好了。克博士他是本剧的重要角色之一。克博士询问男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男孩却反问克博士，为什么那个小男孩穿着女孩的衣服。克博士有点懵，什么男孩，什么女装。男孩说，在桥上死掉的那个小男孩穿得像个女孩，有人把他切成了碎片。听到这里，克博士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即安排了杨子去找一个叫摩尔的人，并让摩尔带上绘画的工具去出事的大桥上。记住，一定要把现场的细节给记录下来。镜头一转，一个帅气的男人正在和一个妹子做着愉快的事情，而这个男人就是上面提到的摩尔。两人刚进行到一半就被打断了，原来是柯博士的杨子找了过来。杨子说柯博士需要他帮助，现在就过去。随后两人到了出事的大桥下，原来摩尔是个画师，确切的来说是一个拥有极高速写能力的绘画大师。他们到达的地方就是本集开始的时候警察发现断手和滴血的地方。在大桥的拉索上死了一个男孩，案发现场主持工作的是纽约市的总局长西奥多·罗斯福，没错，他就是历史上那个第26任美国总统。总统山上从左向右数第二个就是他。罗斯福局长警告摩尔，你要是受得了你就来画。摩尔到达案发现场后惊呆了，在大桥高处平台上死了一个女装小男孩，死状非常惨。现场的一个胡子警官介绍了男孩的情况，他是一个男同济，在一个叫梦死馆的地方接活。平时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打扮成女孩的样子来取悦光顾那的男人。罗斯福局长也有点吃惊啊，什么样的恶魔会做出这样的事呢？男孩的双眼被挖掉，右手被切掉，腹部被切开，这个镜头给到的非常震撼，从天空俯视一直进入到男孩被挖掉眼睛的眼窝内。时间到了第二天，摩尔带着昨晚在案发现场画的小男孩的尸体速写来找到了柯博士。柯博士对于昨晚的事情向摩尔表达了歉意，昨晚自己要是去了，估计罗斯福局长不会让我上桥查看的，所以只能麻烦你了。摩尔表示，昨晚那个尸体把我吓尿了，搞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觉。随后摩尔就把昨晚现场的尸体画交给了柯博士。柯博士看了之后有点不满意，让你去记录现场的细节情况，你画个艺术画给我干什么？看上去画得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殉道圣徒，不像是一个被残害的孩子。摩尔表示很难受，克总啊，不是我不画，现场的情况确实太恐怖了，而且冬夜在几十米高的桥上，你让我怎么画？不过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当时那个男孩的情况。他穿着女孩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裙子，脖子被割开，刀口深的可以见到颈椎骨，右手被砍掉，胸膛和腹部被切开，内脏散落在脚边，应该是一个肾和一片肺，生殖器官被切掉，双眼不见了，像是被什么鸟啄走了一样。听完这些，柯博士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时摩尔就很不明白了，柯博士，你问这么多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审问一下嫌疑人？柯博士一听，嫌疑人？什么嫌疑人？案子这么快就破了？随后两人就赶去了关押嫌疑人的地方，这里是一个精神病院，这个所谓的嫌疑人是一个梅毒晚期的病人，他也是一个男妓。在见柯博士之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头撞墙，撞得头破血流。警察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被一个男人给虐了，之后呢，一怒之下捅死了那个虐了他的男人。看情况，这个家伙杀人的可能性很小啊。作为心理学专家的柯博士两句话就问出了真相，他并没有杀那个小男孩。在调查到想要的结果之后，柯博士和莫阿来到了纽约警察局，准备把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罗斯福局长。在这之前呢，他们遇到了局长的一个秘书莎拉，她是纽约警局的第一个女警察，也是本剧的重要人物之一。
并且这个莎拉和莫尔还是老相识了。于是两人很顺利的就见到了罗斯福局长。柯博士说明了自己调查到的情况，你们警方抓的那个人不是凶手，那个家伙身患梅毒还是晚期，他杀人是他一怒之下杀的。而昨晚杀死那个小男孩的凶手，作案手法讲究，有条不紊，就不是同一个人好吧？罗局长当然不相信柯博士，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时柯博士说了一件事情，自己之所以这么用心，是因为这起案件和三年前的另一起双胞胎被杀案很相似，案件到现在还没有破，双胞胎中的男孩就是自己的病人，他一直想穿姐姐的衣服，就是从小喜欢女装，突然有一天两人就被杀死了，抛尸在屋顶的水箱里了。女孩的尸体没什么，但男孩的尸体很诡异，尸体从胸骨到耻骨被扯开，内脏全部都露了出来，很显然这两起案件才是同一个人作案的。如果说罗斯福局长能让他去查看一下当年双胞胎被杀案的验尸资料，那么肯定会有所发现的。罗局长表示这个不行，你们是一群外人去查看警方的机密，恐怕不合适吧，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柯博士的请求。柯博士警告罗斯福局长，那个梅毒男妓不是凶手，你是知道的，不管你们怎么去打陈招，他都不是凶手。既然从罗局长这得不到支持，柯博士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罗局长的秘书莎拉。在走出警局之后，柯博士就安排莎拉的老相好摩尔去接近他，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获得当年的验尸报告。随后莫尔就去找到了莎拉，莎拉表示当然不行啊，你是傻吗？局长都不同意，你们竟然让我私底下给你们看。莫尔请求他，这个很重要，和一个孩子的死有关，随手就把桥上死掉男孩的速写画像交给了他。其实警局这边也不太平，很多事情并不是罗斯福局长不想做，而是不能做。罗斯福局长上任才没多久，这里退休的前局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就算处于退休的状态，他依然掌握着警局的实权，大部分的警察还得听他的。在案发后，罗局长找到了昨晚死亡男童妓工作的妓院老板过来问话，妓院老板根本就不给罗局长面子，你别吵吵，一出问题就把我们两个带到警局来，别忘了你们这栋警察大楼都是用我贿赂的钱买的，你手下的哪个警察没有收过我的钱？这个新来的罗局长可不吃这一套，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妓院死了一个孩子，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马上关门歇业。当然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两个妓院老板也没有多说什么，关门，我们马上回去就关门。的确回去之后，妓院老板就把原来的妓院关门了，但结果只是把男童妓馆从街的这一边搬到了另一边，并且妓院老板还给了前来看管的胡子警察一笔钱，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局长秘书莎拉回到了家中，心里还是久久不能平静。这里要说一下莎拉在纽约警局的地位啊，当时基本上没有女性警察，莎拉在警局非常受到男性警察们的歧视啊，所以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不满。莎拉再次拿起那幅画，看着上面可怜的男孩尸体，她终于下定决心帮忙，于是她就给摩尔送去了他们需要的资料，并嘱咐摩尔如果有什么新的调查消息记得告诉自己。随后摩尔带着资料就去找到了柯博士啊，但是让柯博士很好奇的是，这份档案资料中竟然什么都没记录，根本就没有对伤口的任何描述。没办法，既然警方的资料没有记录，那么只能靠他们自己了。柯博士众人去把三年前的双胞胎尸骨给挖了出来，随后双胞胎的母亲就找到了柯博士，这孩子死了都这么久了，你去挖坟有点不太合适吧？柯博士也觉得不合适啊，但是这个能查出他孩子死亡的真相啊。双胞胎的母亲对柯博士说，两个孩子都是因为你而死的。柯博士听完之后非常惭愧，陷入了沉思。这时罗斯福局长私底下派来了两个比较靠谱的警察过来协助他们破案，分别是戴眼镜的大花和帅帅的小花。因为现在警局的形势不明朗，罗斯福局长也不方便明着协助，只能暗中帮忙。两兄弟会协助柯博士验尸，并严格保密验尸结果。柯博士要求兄弟二人要仔细研究尸体的每一块骨骼上的细节，找到两起案件的联系。就在两兄弟开始验尸的同时，柯博士在自己的马车上发现了一个纸团。柯博士打开纸团一看，惊呆了，怎么会是这样？在人群中，柯博士仿佛看到了一个神秘人，于是柯博士疯狂地追向了这个神秘人。一脸懵逼的摩尔也跟了上去，最终柯博士并没有找到他。摩尔拿过那个纸团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条被割下来的舌头，看来凶手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一直在监视我们查案。晚上回到家后，柯博士对凶手的身份很好奇，他对家里的女佣说，凶手隐藏在人群中，他表现得如此可怕，如此邪恶，只有我变成他，如果我亲自割开那个孩子的喉咙，
只有用我的尖刀划过那无助的躯体，将无辜的双眼从那张惊恐的脸上挖出来，走过凶手走过的路，杀他想杀的人。是不是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的理解我自己，也就是去理解凶手。本集最后给到了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一个男人正在做菜。而食物就是他，那个桥上死去的男同济。本期结束。大家觉得本剧怎么样啊？在19世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认为脱离了他们真实的本性，而研究他们的专家就因此被称为精神病学家。这个时期的纽约看似经济蓬勃发展，实则社会混乱，恶行遍地。一个男同济被虐杀的案件进入了心理学家克博士的视野，而这起案件让他回想起了3年前他双胞胎病人被杀的案件。凶手为什么要去杀那些有异装行为的男孩呢？而且杀人手法还如此残忍。于是在纽约新任局长罗斯福的支持下，以克博士为首的侦探小队正式组建，分别是心理学家克博士、人肉照相机画家摩尔、警局双兄弟大花和小花，以及之后即将要加入的警队唯一女性莎拉。那么接下来的案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凶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虐杀女装小男孩呢？我是长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喽。